欢迎来到新世纪，洗牌重来，选定新角色，新任务，新基地，这实在是太酷了吧！重塑自我价值，年轻人也需要在游戏当中找到精神归宿。实践职场自由，首先年轻嘛，就有活力，有创造力，敢于去做一些不仅仅局限于常规的事情。跨越时空，学习无界限。他们与古老的生灵共持，与星空、宇宙对话，连接理念相同的新社群。We cannot see each other, but we can feel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connection between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. 语音也可以包容所有东西。共同构建梦想。等掌握自己命运的就是神。创造无限新纪元，就在星空卫视。